但是原宅比较固执，像我们最近在带他的话，要他做什么，他都会跟你唱反调，然后在那里有这样，比较有点小孩子脾气。你带他做什么？像早上常常抱他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他也很喜欢在外面那个展示场，但是就是他会往回跑，他一定要跟你在那往回跑一阵子，然后玩，就是要你多陪他，然后往回跑，然后你再抓，再把他带回去，然后他再跑这样。但是真的把他放在那，他又玩得很高兴，所以他是有他个性，然后不会就是说怎么讲，他会想多保育员陪他，比跟妈妈在一起高兴。之前抱的时候，他是像天使一样会老他趴的趴在你身上，那像现在就不一样了，他会又扭又摇的，现在就比较凶一点。那现在有没有伤？抓伤了，轻微抓伤都会有嘛，因为他毕竟还是熊嘛。秀一下你的伤口。没什么伤口吧。像咬不会受伤，他咬其实会，他力道有在算，他咬我们不会太用力。像之前有些人都觉得营养不想上班，然后动物园硬要把它放到前面，还有甚至有民众写信来说不要对它这么就是严格。那你们怎么看这些？我觉得那是误会的。其实园仔他只是想说有保育员多玩一下，那实际上你看他最近在展示场其实玩得很 OK 的，只是说他玩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没电，他就是在那一直睡觉。那民众来看到的话，就可能是要刚好机会，你的时间点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他很活